We're now at Xinjin Road.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 Please mind your step.如果你要去那个杏林街道、杏林村北路、杏林村院北路，要从如果从岛内进来的话，过来的话要从一号出口出的地铁一号出口啊，杏东路一号出口，一号出口出。从一号出口出去，从一号出口。来了，今天是，今天是2021年的3月27号。我从一号线下来，一号路口下来，然后。走这个杏东院东路，要到杏林村院北路31号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那个地图，怎么说呢？要走差不多900米左右。这大部分都是城中村呢、啊，这边还是大部分都是城中村。城中村就比较容易定位，就比较不准，所以说刚刚又走错路了。城中村的豪车，这些都是新建的小区啊。这些都是城中村。好，刚刚说右拐，应该是从这边右拐，而不是提前那边右拐，因为他已经说右拐了，那我就右拐吧。相差50米，不，20米吧。这里面都是这是小厂吧？这是厂。厂房，小牛的电动车，这厂房出租。我尽量拿稳，拿平。现在城中村的一些东西都改成什么呢？改成那个
改成那个公寓了。周公馆，应该是往，以前的家就是这种老房子。这些都是老房子，看看，这是老房子。院东，前方100米右转。院东路，100米右转。看，盖的都挺高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层楼。100米右转。应该是我再往前走吧。吱吱闹闹的，我也不知道它对不对，就是凭感觉了。嗯，哎，走到也右转，右，难道是这边右拐？这也太狭小了吧！哎呦呦呦呦！吓我！哎，请问一下，院那个姓那个院东路不是院东路，姓林这样院北。31号在哪里啊？31号、啊，现在我们这个门牌号不好找。哦，好，行，这走到里面来，行，谢谢。院北，哦，这是院北。这是院北路。院北242号，我要去31号。前方50米右转。杏林村，院北。31号，前方50米右转。我现在能不能相信他？偷姐相信一下吧。这个南这边城中村都是在右转，左右在右转啊，对，在右转，都是在右转。这是胡同了，应该不是这里啊。应该是在往前走右转。院东路。哎，院北31号在哪里？知道吗？啊。院北31号在哪里？知道吗？你说啥？哦，行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我暂停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左转进入院北路，这里都是城中村呐、啊，所以说定位都是。左转进入院北路。我已经左转了。前方沿院北路直行大约210米。刚刚走错了，哎呀，依着要看着三棵树，
哦，在里面做服装的。啊，到处都是在贴那个贴出租。都是在房东直租啦，什么公寓啊，厂房直租啦。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！你们这两辆车到底谁让谁啊？啊，后面还有，这里面只要有一辆车进来，那其他的就没法走了。岛外的，就是杏林，就除了岛内，杏林区、集美区、海沧区、翔安区、同安区，全部都是那个，怎么说呢？全部都是用啊油来驱动。都是不是烧电的，是烧油的。你看都是什么什么公寓，什么什么公寓。我总结出来一个规律，就是外地人多的话，超市就特别多，超市，小超市就特别多。前方50米到达目的地。哦，快到了，到前方50米到达目的地。啊，这不是做服装的吗？这些是做服装的。啊，我看到39号了，37号。车子出不去啊，要不帮我拿过来。目的地在您右侧，步行导航结束。左右，三十。37号。33，我要31。这城中村真的不好找。35、40，这网越来越大了。35，问一下吧。哎，请问一下，31号在哪里啊？不知道啊。啊，不知道是吧？33。会不会在这里面巷子里面？会不会在这里面？不是啊，没有，气死我了。
29。哎，请问一下，31号在哪里？知道吗？31号，又在这里面巷子里面。29。他又气死我了，进去问一下。请问你好。哎，请问一下，31号在哪里啊？三十一号。我认不知道，我们这边很冷。哦，好，你做什么的？没有，我送东西。好。这里有个家家乐超市，然后你看这个是27吧，31在这里面，而不是在这里面，因为这个不是29吗？那边这个看一下啊，这边是37，然后29是在这里面。我刚才闹了半天，找了半天啊。现在回去，这里都是城中村了，都是厂家店面啊什么的。原路返回，我不一定能记得住，大路是记得住，小路都记不住。这是应该是岛外的一个城中村。江西面馆陈聘。这里好像都是做机床的比较多，做机床开工厂，或者说是那个，这是厂房的，是不是做那衣帽鞋的、服饰的，大量招工，4针6线，文工包线，评车评位。都是这些，哦，这里还有个苑北幼儿园，你看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要家家户户装修一下，就是变成公，就可能都是变成公寓了，就是公寓的承包商把它租出去，那个弄出去了。现在即使是农村，这些快递啊都是很精确的，像我们一样的很精确的送达。所以说如果说是生活肯定要生活在农，不是说生活在农村哦，这个太片面了。生活呢，接了一个电话，打了一会儿，现在到性情路这边
BRT 的一号路。到火炬园了，到火炬园了。